Schau noch.你到底怎么了嘛？我回来，你不高兴啊？程一阳邀请你回来当他助理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想我们两个以后在一个公司上班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你不想？可是你的身份不一样啊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是我女朋友啊。 是你女朋友就不可以当明远上班吗？而且我也只是她的临时助理，等假期结束之后，我就要回巴黎上课了。首先，咱们俩在公司里必须要天天见面，对不对？公司里面明文规定，内部员工不可以公开谈恋爱。你是想让我以身作则，破掉了这个规矩吗？我本来答应他做他助理，悄悄回国。 是想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现在变成惊吓了。我想想办法吧，但是以后再有什么事情，你先跟我商量一下。那要不我和他说，我要不在家办公，要不让他换一个。 不用了，我想办法。对不起啊。好了，别不开心了。我只是觉得自己很不懂事，老给你添麻烦。我这不也没说什么，别生气了。没生气。 你回家谁能哄好你啊？我不用谁哄。干嘛？你刚回国第一个晚上，你怎么能回家呢？多好多人啊！对啊，怎么着？我把他们全轰走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回来了？真是找事儿了。什么叫我想让你回来找事儿？看见李琦了吗？ 好久没见他，他还来了吗？来了，来接我们。哎呦，您跑哪儿去了也不来接我？放走。你说说你啊？不好意思，辛苦了，杜车。齐哥。哎，惊喜不？惊喜，意外不？意外，上车告诉你。走。好，走，欢迎回国。 喂，多多。嗨，干嘛呢？哎呀，我在上班呢，在画图，怎么了？你在画图？程阳跟我说他开会去了。他说他去开会。对啊。多多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也要去开会啊，拜拜。莫非？ 你慌慌张张的干嘛去呢？陈设计师说设计部开会，我在设计室没有收到通知，所以急忙赶过来了。会都已经开完了，你去干嘛呀？不过没关系，你参不参加都可以。实在抱歉啊。
这次是我的失误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对了，你跟明轩的这层特殊关系呢，有些话他不好开口说，但是影响到团队的工作，所以我不得不说。虽然你是程阳聘请过来的助手，我无权干涉，但是公司又有明文规定，员工不可以谈恋爱。如果非谈不可，必须要走一个，你明白吗？ 明白，你知道，他能跟我说过，所以呢，公司的规定我无权更改，只是我觉得这个和我没什么关系，这只是规定明远公司的人，可我只是个临时的打工者，所以，而且我的合同里也没有这些条款。只要在明远工作，不管你是临时的还是正式员工，都必须遵守公司的规定。可是。 我觉得只要员工把工作做好了，那他们谈恋爱又有什么事呢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公司有公司的纪律。如果没有规矩，就不成方圆。公司每个人都像你这样，那不就乱套了？莫非，你在这儿呢？我倒是找你呢。我相信你是一个有分寸感的人。 夏总监找你聊什么呢？表情那么严肃，吓唬你啊？没什么，只是工作上的事情。夏总监，您的杯子。你觉得他说的对吗？莫非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大大咧咧的？可是他再怎么样也不能这么跟您说话呀，太过分了。您可是公司的总监呢，他可能就是自由职业散漫惯了，不懂得职场上的规矩，顶撞了您。 你们俩不是好闺蜜吗？你现在站在我这儿，背后这么说她，合适吗？那我该站哪儿啊？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一直等你开会呢。我刚刚一直在画图，没有看手机。对了，会场都讲什么？啊，那倒也没什么，就是个例会，公司高层都在，我就想带你会会脸熟嘛。谢谢你，都想着我。 那个夏总监是领导，他说话直，他要跟你说了什么不好听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放心吧，放心。轩哥，无锡的事儿处理的顺利吗？ 现在咱们回公司吗？是啊。说你至于吗？就为了吃个冰激凌，让我妈非得把我给叫过来带你来这儿吃。这家特别好吃，10块钱一个，两块钱请。给您。谢谢。 尝尝。哎，轩哥，这不能下车，这危险。你是何难过？ 你也许很想我，恭喜你提前杀青了，或许几倍镜的角色独角戏全给我。 这就是你说的人间美味啊！啊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让李欣开车过来了。你那么疼我，才不会呢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还没吃饭呢，这个东西少吃两口。啊！哎呀，我在国外待了3年，最怀念就是他家的味道了。现在能吃上一口，死也值了。
不准胡说八道，臭妹妹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下回不说就是了嘛。嗯。你一定会难过。唐顿啊，你刚才怎么帮什么事啊？你一定会伤我。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一个熟人，却一如既往的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走吧，回公司。对我说放手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刚刚回来我就带你来这家店吃饭吗？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啊，每当我考试成绩特别优异，或者是被老师骂，心情不好，我都会让我妈带我来这个地方吃饭。虽然这地方的面很贵啊，所以呢，这里它记载了我一路成长的所有的开心与不快乐。我是想在未来的路上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分享我的所有开心与不快。你愿意吗？嗯，怎么这么勉强？愿意。你愿意做什么呀？吃饭。菜单呢？这儿，蟹肉肉、蟹黄金、蟹太极。未上市，所以你的选择呢只有两个。然后这两个里边呢，蟹肉肉好像听老板说今天卖光了，360。那么贵？你有钱？你请我？那走吧。可是总啊，哎，面来喽！这是老板。是。看怎么样？哇哇！怎么，女朋友啊？不错啊。既然女朋友都来了，喝点小酒助助兴，可以吗？一点点。等着啊！哇，好香啊！既然今天我女朋友都来了，要不然坐下来咱们一起喝一杯。哎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啊！来，慢慢喝啊！好嘞，谢谢。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说我棒，说我优秀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。他说你很有眼光，因为你找到了我。找到了一个这么胖胖的你啊！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要诚实的回答我。好，问吧。就是，就像夏总监说的那个样子，你在公司碰到我，真的会尴尬吗？分情况吧。比如？比如说，有的时候呢，会有那么一点为难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去跟陈阳说，我以后在家里办公。这段时间我也要好好的想一下。其实咱们都有自己的工作，我不应该轻视你的梦想。所以呢，很开心我们两个可以继续做同事。这样的话。我是不是该谢谢唐总啊？怎么谢？又来？谁这个时候来挺好的？哎，你骗我！我看到了。我真的扔了。那你把手伸出来。你看。重要。
我谈恋爱的时候，谁都不能打扰。程阳，你采用这个泼墨山水画的主题概念，想法是挺好的，但是这个想法它只是个概念，完全不可以用。首先，布料处理它就是一个大的问题。夏总监，我们是不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？水墨画怎么画，我们就怎么制作布料，这很难吗？是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服装设计师不仅仅是艺术家，也是商品的生产者，我们不可能不去考虑生产的实际操作。难道你想自己去亲自印染每一件衣服吗？宋唐想要创新，首先就是要深入地贴合中国传统文化。中国人千百年来都用水墨丹青来描绘自己的世界，为什么到我们这一代人就不行了呢？水墨画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设计，只要它一出现，全世界人都知道这就是中国设计。泼墨山水是水墨画里面最具动感的，把它制作在衣服上，我相信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中国文化沉寂的美，也能看到中国文化灵动的情。那成本问题呢？我们刚刚收购了李师傅的绣馆，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里面，新品发布会是收回投资最好的机会，所以我觉得采用苏绣才是最对的选择，而且可以加强绣馆的推广。上一集我们的产品主要用的就是苏绣的元素，宋唐不能重复，所以这一季我想用新元素。刺绣是中国传统服装设计最常用的一种技能，再次使用就是重复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公司本来就有可以合作的工作坊，主体上使用苏绣，这样也可以减少成本呀。夏总，我不是想制造问题，我就是基于作品选择表现形式。你现在是在质疑我吗？程阳，制作上所有的压力不是在你身上，而是在我的身上。从设计到核算成本，再到生产投入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我来把关的。夏总监，我觉得您可以先看一下设计图。我们这次的设计呢，大量的采用了一些都是一体式的剪裁方式，而用泼墨的表现手法呢，主要是想呈现一些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。而且我个人认为，既然是新品，那创新就应该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一味的考虑成本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宋唐不是又成了墨守成规吗？美乃是服装集团，是需要各部门进行配合协调，最终产生盈利的。如果想单方面的去搞创意，那你就出去自己成立工作室好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需要考虑任何因素，也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和责任。当然了，你需要担心的就是你的投入和产出比，付得起你的房租和水电费吗？有什么可笑的？程阳，我所提出的意见呢，不是在否决你。唐总也交代了，要给你创作的空间，当然我也得尊重。我说的这一切也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。样衣大概多久能制作好？两天。好，那等你的样衣做出来，咱们再决定。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，散会吧。孟非，你留一下。莫非，你是不是觉得有唐总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夏总监，您严重了，我什么时候不把您放眼里了？你刚刚是什么语气？正常的语气，正常的态度啊。你作为一个临时助理，你有什么资格提出意见啊？
我认为只要是明远的员工提出为公司好的建议，都是可以的。当然了，您可以不采用。我需要你来指导我怎么样工作吗？那我不敢。你不敢？我看你都快顶替我的位置了。怎么了？你还真把自己当老板娘了？夏总监，我们现在说的是工作上的事情，你不要总是拿私事来说事，我觉得你很不专业。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我才是那个一直被针对的人吧？对，我就是要针对你。你现在给我去收拾东西，去财务那边领账，马上给我走人。是这样的，我是陈阳找过来的助理，如果您想开除我，请您让他来通知我。太吓人了。那我先去处理了。嗯。唐总，我要求开除莫非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我怀疑莫非是商业间谍，他在巴黎跟方小鱼是邻居吧？据我了解，他们并不是普通的邻居，关系非常密切。明轩，莫非是你的女朋友吧？如果他跟除了你之外的男性保持密切的联系，排除他脚踏两只船，那我请问，他们关系那么好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怀疑他是商业间谍？更何况你没看到他刚才的态度，他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也只有你把他当作是单纯懵懂的小姑娘。雪玲，你现在要跟我聊的是私人感情呢还是工作呢？我相信我对莫非的人品是有自己的判断的。你消消气儿，坐下来。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，我作为明远集团的设计总监，我有没有权利开除一个临时助理？我跟你说，不止你没有，我都没有。他是程阳请过来的助理，公司有规定，他可以自由选择助手。如果你说非要开除莫非的话，那恐怕咱们公司上下只有他有这个权利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程阳。开除莫非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我看来，莫非的资历和经验都不足以担任你的助手，而且他和唐总的特殊关系，还有就是他跟凯曼的设计师方孝宇来往过密，所以我认为他不可以继续留在设计部。夏总监，我非常尊重您的意见，您是不是也听听我的想法？莫非是我招来的助理，他现在在公司的职位也仅仅是设计师助理，以他的职位，应该不会对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吧？至于您所说的特殊关系、来往过密，这应该就是私人情况。私人情况不用跟领导汇报吗？程设计师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的领导是谁啊？夏总监，您给的意见恕我无法接受。如果我一定要开除他呢？如果你执意要开除他，那我跟他一起走。哎，注意分寸啊！首先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不会插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公平对待。好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那我走，我走行了吧？哎，耍小孩脾气啊！都听见了。嗯，谢谢你相信我。啊，我们吃饭去吧。以后在公司，我们还是少谈
姿势，省得被别人抓住把柄。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吃饭了。夏总监，我是来替莫非道歉的。这次的确是莫非太过分了。再怎么说，您可是名媛的总监呢，他一个临时助理有什么资格跟您硬刚硬啊？他到底对明轩做了什么呀？怎么把他迷成这个样子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不是莫非的好朋友吗？他没跟你说过明轩吗？他不太愿意提自己的事情。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，他究竟有没有把我当好朋友啊？尤其是这次回来，我感觉他变了好多。变成什么样了？变得爱说谎了。比如呢？就比如他说他来明远工作，唐总不知道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算是他是靠着关系进来的，那怎么了？我就没搞懂了，他为什么就不愿意承认呢？任嘉熙，我还真是没看出来，你虽然跟莫非是好朋友，但你们完全不是一类人啊。其实，我开始答应陈阳做助理的时候，觉得挺新鲜的。我最初就觉得当助理也没有什么难的，每天就和设计师在一起做做设计，挺好玩的。可是这两年发生的一些事情，让我忽然意识到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容易的。嘉熙他说的对，职场真的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在职场不仅要做设计，还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来打交道，可能是我做错了吧。除了我自己的情感以外，我应该多为其他人考虑着想，我应该多为你考虑的。有什么？大家都请坐吧。学亮，可以开始了。今天我们的会议内容主要就是讨论幻彩云园大秀的设计。公司上下对这次大秀非常重视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投入所有的心力。现在我们这边分别有程阳的水色跟刘培的丹霞这两份设计。那就先由刘培老师介绍一下你们所设计的丹霞系列。
我们组在经过讨论之后，决定以丹霞地貌为理念，以此来做设计主题。来，请看。丹霞地貌拥有高耸的山峰和幽深的峡谷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有着丰富色彩层次的红色陡崖。所以我们在色彩设计这方面是从丹霞地貌中赋予我们的灵感。服饰从整体的轮廓是西式的剪裁，用建筑感的风格去展现丹霞这种雄浑的山貌形态。然后我们会拼接各种红色来展现整体的服饰的层次感，以体现丹霞这种华丽的色彩奇观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还用苏绣绣上湖泊和河流来作为美丽的点缀。程瑶，你们组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好，我们组这次的设计主题名为水色，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能联想到中国的古典元素。水色的核心设计主题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，泼墨。我们会用多次浸染和泼墨，像画画一样来制作我们的布料。我希望我们呈现出来的布料涂出云雾，染成风雨，应心随意，宛如神桥。那轮形和剪裁方面呢？你们怎么考虑的？剪裁方面，我们想参考中国古典的深衣作为灵感来源。深衣会不会显得有点厚重啊？这一点我们考虑过了，我们保留深衣的一部分特点，兼顾现代人的穿衣习惯，既有古典的韵味，又能展现现代女性那种曼妙的身材，同时做到简明和轻盈。今天呢，两个组的介绍都非常的精彩。通过今天早上之后，我对于咱们的幻彩云烟的发布会呢，又更加的有信心了。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齐心协力，大家一起把明远时尚带到一个更好的舞台上。谢谢你们。明轩，你这次倒是很公平啊，没有偏袒莫非。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做事呢，一向是公平公正的，我不会偏袒任何人。我承认程阳的作品确实很吸引人，但是综合考虑，我还是相信刘培的作品更有市场前景。曲辽，程阳他是一个个人风格感很强的设计师，我希望你可以给他足够的空间。你这话的意思是我给他的空间还不够吗？因为我看重的是他的能力和才华，我希望你可以放下成见，好好的跟他合作。你太小看我了，明轩。我不是看不到程阳的才华，也不是不承认新人的能力，我所提出的建议都是出于工作的角度。职务内的事情我会做好，不用你提醒。是不是太累了？没有，就是最近精神有点紧绷。我本来想说趁大家都不在悄悄答应，结果你就出现了。要是那么累，就别工作了，回家吧。不行，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，而且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对你也很重要啊。虽然我不能成为你的左膀右臂，但是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呀。这样好了。哎，我说你这样很肉麻的哦。啊，肉麻吗？
我送你回家，好吧？嗯。走吧。我把这个修。刚刚有没有抓到？没事。怎么会得脑部恶性肿瘤？你说，我妹妹怎么能摊上个这事呢？这三年我没有见到妹妹，我妹妹终于回来了。我以为我唯一的亲人到了我的身边，我可以好好照顾她了。还有那个方卫国，要不是因为他跟方月荣，把我妈害死了。倩倩能这么伤心吗？中间插出来一个唐明轩，好，唐明轩，你不会好好的哄我妹妹说吗？你不会好好的拒绝吗？小鱼，我觉得他一定要这么决绝的让我妹离家出走吗？好，哎，我妹妹回来了，唐明轩现在就这么着急秀恩爱，带着莫非在明远公司同进同出，如果我妹妹看到了怎么办？伤心不伤心？如果我妹妹看到他们俩秀恩爱，她能不伤心吗？她根本就没有放下唐明轩。小鱼，冷静一点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她现在得了肿瘤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她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小鱼，方倩得这个病谁也不想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怪得了谁呢？都怪咱们。方总是你的父亲，是你们俩的父亲。天下没有哪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女倒霉。他不配做我们的父亲，好吗？小鱼，唐明远也是个王八蛋。你今天能把我叫到这儿来，跟我说这些话，说明你没把我当外人。我打心底里一直把你当亲弟弟。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劝你几句。现在方倩一个人在医院，她最需要的人就是你。你要是崩溃了，你乱了手脚，她怎么办？所以你一定要冷静下来，好吗？我没办法冷静。我知道。所以今天我陪你喝，你想怎么发泄怎么发泄。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去找一个最好的脑科大夫给方倩看病。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了，我相信一定有机会治好的。小雨，你真的不能崩溃，方倩就指望你了。你崩溃了，她怎么办？喂，莫非，我在你家楼下。这么晚了，你找我干嘛？你能下来吗？太晚了，不方便。那我就等你，等到你下来为止。
喝了很多酒啊？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狼狈啊？我说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唐明轩，他就是个王八蛋。你怎么会喜欢他呢？ 你喝多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我不想让你也被他伤害，莫非？你不能喜欢他，为什么会喜欢他呢？莫非？莫非？ 喂，这么晚了，打给我干嘛？我刚才打给你，你为什么没接啊？我刚去洗漱，没有听到手机电话响。我现在还不想睡。你能陪我聊会天吗？怎么感觉你不开心啊？就是。 就刚莫凡用我的洗面奶没有给我盖上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都像小孩子一样啊？总之我就是觉得很烦。嗯，那我怎么能哄你开心啊？给我讲个故事吧，我要听《小王子》。等一下。 拿书讲给你听吧。开始了。第二天呢，小王子又来了。最后在同一个时间内，狐狸说：“例如，我们是下午4点钟来的，从3点钟开始，我就开始感觉到幸福的滋味了。越接近4点钟。” 我越觉得幸福，到了4点钟，我就心神恍惚，坐立不安。莫非，你去哪儿啊？去茶水间啊。去茶水间都不叫我，但还真是越来越不贴心了。我是贴心好吗？我看你那么忙，都不忍心叫你。哎，别说，昨天程阳真是经验词作呀，那个水色里有你不少的功劳吧。 哪有？那都是陈阳设计师自己做出来的。你什么实力我还不知道呀？还要跟我谦虚？那我跟你谦虚呀。将来我们公司呢会举办一个……不是，你俩吵架了呀？他为什么不理你啊？没有吵架，就是在工作时间嘛。 想要个人的时间，不是莫非，你现在是在给我摆老板夫人的架子吗？哎呀，你这是越来越不把我当朋友了。怎么会呢？只是现在这是公司人多嘴杂，我不想找那么多麻烦。那你假期什么时候结束呀？也快了吧？那订几号票走了吗？我才刚回来。 哎呀，我知道最近大秀的事情把大家弄得都精疲力尽的。哎，这样吧，等这段时间过后了，你来我家，我给你做小龙虾吃，好不好？而且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说，都一直没有时间。嗯
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嗯。嗯，那我走了啊。嗯，去忙吧。怎么？米娅的助理发传真说米娅非常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幻彩元秀，然后说等咱们的时间定下来，直接通知她就行了，她会尽量安排时间来上海。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董事长。好。哎呀，戴总，真的没想到，米娅对我们这次服装大秀如此的感兴趣。对一个真正的服装从业者来讲啊，服装面料工艺，这是他们最在意的。我相信通过这个呀，对于咱们并购 SLC 也会非常的有帮助。嗯，我记得我以前问过你，宋唐对于你来说，究竟是什么？那时候的宋唐，是一个不得不增加业绩的服装系列。现在呢？现在的宋唐对于我而言，它不只是一个服装品牌，从绣馆到设计，到整个的面料选材，我倾注了很多情感。宋唐自身也承载了多种中国文化的传承使命。很好。你现在已经明白了一个优秀的企业，它的终极价值究竟在哪？现在无论把什么事情交给你，我应该都是放心的。进来。夏总监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你现在倒是比刘培更贴心了。我可是您提拔上来的，自然事事都要为您着想，不然不辜负了您的栽培嘛。看来你还是个重感情的人。您这么一说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那我在会议上否定了莫非的建议，你作为老同学，会不会打抱不平？有什么想法呢？我把人家当老同学，可人家没这么看我。刚才我在茶水间还看到莫非了，他现在可是明远集团当红设计师的特邀助理，牛得不得了，自然不会把我这个老同学放在眼里的。那也是太不应该了。我舍不得人家，可人家未必舍不得我。刚才还一直在敷衍我说什么假期太短了，马上就要回去了，以后再聚。像你们这些刚入社会的大学生，到了大公司，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。短暂时间内有一些膨胀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一直都是这样，到哪里都喜欢被人关注，喜欢当焦点。嘉熙啊，你这么聪明，只要努力工作，留在明远应该问题不大。真的吗？哦，对了，这个呢是我从米兰带回来的小礼物。我这个人啊，平时也不爱搞交际，本来想留给自己的，但是我看你今天这身打扮特别合适，送给你吧。这多不好意思呀。没关系，我们戴戴看。来试试。真的挺好看的，谢谢夏总监。不客气。
明轩。哎，我说你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呀？刚刚和程阳喝完酒，回到家里，我突然间好想你，就想过来看你。哼，你和程阳喝酒居然不带着。男人喝酒为什么要带你啊？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没说。你说。你是一个大男子。大男子主义。嗯，我很尊重女性。是吗？那为什么刚刚说喝酒说是你们男人喝酒，女生就不可以喝酒吗？而且酒是专供男生的吗？明天我就去找陈秋。你只能跟我一个男人喝酒啊？大男子主义，家控制欲强。一点都不可爱，在家口是心非。这里是公司啊，可是已经下班了呀。现在下班了。说你刚刚跟陈阳说什么了？好事啊。什么好事啊？反正从你回来以后啊，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好事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是你的福星喽？你呢，不只是我的福星，你对于我的生活还有工作，你永远是我的动力。啊，我说现在的上海天气还有点凉啊。冷吗？嗯。挺着。挺着。这样会不会觉得很温暖？嗯。那我们就不回家了。在这里一直抱着你，好不好？不回家不是更冷吗？我抱着你就不冷了。嗯，还是有点冷的。你说本来是我要送你回家的，现在还是变成你送我回来了。送你回家刚好，酒也写完。哎，铁峰，姐，哇，今天好冷啊！这种天气。我刚才路口还看到小情侣在那边亲亲抱抱，简直有毛病吧？说你呢。我说你怎么穿这么点出来了？我去买吃的。
你不要节食吗？我饿得都睡不着了。哎，姐，你平时不是老拉着我陪你吃夜宵，怎么今天提醒我节食了？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了？你们继续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讨打？姐夫，其实您下次不用送他，他也能安全回来。为什么呀？我胖，你不胖，你瘦了很多了。小兰，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。辛苦什么？拜拜。拜拜。晚安。姐夫慢走啊。拜拜。走了，回家。夏总监，我们三天前申请布料，到今天还没有拿到，什么时候可以拿到？再等等吧，最近面料紧缺，等面料到货了，自然会有人通知你的。可是我刚刚看到刘设计师的助理拿了跟我们一样的面料，为什么我们没有？因为他们是提前申请的。可据我所知，他们是昨天申请的。我是不是应该跟你汇报刘培每天的工作进度，才配得上你的特殊身份呢？我没有什么特殊身份，我希望的是可以公平对待。而且夏总监，您是设计总监，为什么总是跟一个设计师的临时助理过不去呢？你什么态度？对于您的所作所为，我没办法尊重您。你来明远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我们心知肚明。我来明远就是帮朋友完成设计。说得好听，完成设计。你要是真的想做设计，何必来明远做个设计师的临时助理呢？只要跟明轩说几句好话，他自然不会给你一个太低的职位。我已经和你说过了，我来明远是帮陈阳完成水色的设计，和唐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，仗着自己年轻貌美有才华就变得贪得无厌，但是在我这里根本就是微不足道。既然真的这么微不足道的话，那夏总监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想要把我从唐总身边弄走？您不矛盾吗？你根本就不知道明轩需要的是什么，你也不知道他肩上背负着多大的重任，他跟你在一起完全就是浪费时间。我在这儿跟你理论才是浪费我的时间。想嫁给明轩的人从明远已经排到黄浦江了，我劝你识相一点。没想到夏总监觉得女人的志愿就是结婚嫁人，还真是蛮幼稚的。你别在这儿跟我说什么大道理，除非你发誓你没有这种想法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发誓啊？就算明天我就和唐总结婚了，那也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来交代这件事情。你们两个不吃饭，在这儿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面料的事情。我现在就给采购部打电话，让他们把面料准备好，给你送过去。我先走了。吴飞。对不起啊。嗯？为什么要道歉？我刚刚有一些冲动，说的话可能会对你有一些不好的影响。夏总监太为难你。他自己也没讨到好，应该不算吧。那你明天有没有打算嫁给我？什么？
我刚才看了一下日历啊，明天是个好日子。啊？万里无云。这样，再过三天周六呢，咱们双方父母先见个面，然后周日去买套房子。下周三你确定一下宾客名单，下个月的这个时候，咱们来举办我们的婚礼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婚礼你应该喜欢中式吧？我也喜欢。对了，婚纱是不是需要你自己来做？一个月的时间，会不会太仓促了？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刚刚说的只不过是气话而已。可是我当真了怎么办？难得看到你说不出话的时候。你在骗我是不是？你就知道欺负我，我走了。我道歉还不行吗？我不接受你的道歉，我现在就回法国。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，我就回去。我不要夹在你和夏总监之间受你们两个的气了。要是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嗯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来这一套。我刚跟你说的话都是认真的，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。这是公司形象吧？万一被别人看到了，看到了又怎么样了？你怎么这么霸道？走吧。带你去吃个饭，看你怎么表现吧。哼，看我怎么表现。你都不想嫁给我，吃什么饭啊？我饿了。你都那么胖了还吃啊？我哪里胖？走，吃饭去。